那我今天给大家讲的题目呢，刚才也知道啊，神就是爱，神就是爱。那我希望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啊。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的大爱的神，在这宇宙之间，所有的爱都来自于你，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拣选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他赐我们真正的生命，永恒的生命。神，你是恩典的神，不管我们需要什么，当我向你祷告的时候，你就供给我们。神，我们也知道你是智慧的神，当我们愚鲁的时候，我们做错事的时候，你帮助我们纠正；当我们骄傲的时候，你让我们谦卑下来。神呀，我们今天的借助约翰一书四章七到二十一节，神你的话，来进一步聆听神你的大爱，来明白，请刚把我的口，让在座各位弟兄姊妹，他们的眼睛能看得见，他们的耳朵能听得见，他们的心胸打得开，来学习的话，让他们活出你的话来。以上祷告不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啊，我小的时候呢，我很好奇啊，我就问我母亲，我说这土到底是什么呢？我母亲说这土是混合物呗。后来我上初中和高中以后，我明白，哦，原来的土啊，还是那个硅酸盐和一些其他的盐类无机物和有机物组成的混合物，对吧？那我后来又好奇，哎，这水是什么呢？那水原来是一个 H2O， 它形成的通过那个氢键和泛的花力连成的流体，这是水。那后来呢，又好奇又有一个问题，那么光是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是光啊，那光是什么呢？等上了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想大家都见过，我明白了，光是电磁波，是吧？光是电磁波。后来明白，这个电磁波就像我们收音机听收音机广播的差不多一样的啊。后来知道，光有波粒二象性，懂吗？它又是波，它是粒子，它是粒子，对吧？就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它又是全神，又是全人，懂吗？对不对？那后来又问问题了，那人是什么呢？人是什么呢？人是能够站着走路，对不对？能够造工具并且使用工具，有语言的动物，是这么定义的吧？这我家伙从大陆，我不是台湾的，就这么定义的啊。后来我在大陆的同学们知道啊，学了一个，这马克思怎么定义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组合，就这意思吧？这里有很多的概念啊，它在看文定义的时候有一个本质，对不对？可是你等我学圣经的时候，你看了，可学圣经的第一章啊，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他就告诉我们，神，我们人是有着神按照他的自己形象所造，他没有说人是动物吧？你看了吧？没有说吧？没有说动物是植物吧？对不对？我们圣经的定义是最符合宇宙真理的，对吧？并且是宇宙唯一的真理，对吧？那么现在又问了，那么爱是什么？不是神是什么呢？神是什么呢？对不对？你愿意要不着？这里呢就有很大的学问啊，很大的学问。你知道这个牛顿啊，他发明了三大定律，是吧？爱因斯坦发现了这个相对论，对吧？后来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发现了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发现人是有罪的，不通过他，不信他，你这个罪赦免不了，是吧？伟大吧？对不对？对吧？我也喜欢有发现。等我在多伦多大学做研究的时候，我都提出了一个超生情感学说，对吧？算不着大发现啊，对吧？那么我们使徒约翰有什么大发现呢？有没有啊？使徒约翰今天我们唱的诗非常好啊。使徒约翰大发现就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
爱的神的本质，最核心的东西，那是什么呢？神就是爱。你看我们这汉语啊，你看这英文经常说，这 God is love。可我们中文呢，它翻译出来，它有一个就是，就是啊，什么什么就是什么，神就是爱，神就是爱。那么现在我再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啊，看这段，我们借助约翰一书四章是吧？四章是七到十二节，我们看看神到底他怎么就是？为什么说神就是爱？为什么神就是爱？对吧？我过去讲过很多啊，你看啊，你看啊，这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从神而来。这句话啊，爱从神而来。我们水从哪来了？是有泉水，有河水。但是这个爱神，这个爱的，它从神而来。也就是说，这说没有神就没有真正的爱，对吧？这是我们为什么信仰主啊？所以得到结论说，凡有爱心的都有神而生，明白吗？如果你明白神从爱而来的话，你自然就会明白，你就凡认有爱心的从神而生。反过来讲，如果并且认识神，如果没有爱心呢，就不认识神。你再说的好听，对吧？你再觉得自己厉害，但是你这个人没有爱心的话，你对神，不管你在教会多少年，你不认识神。这是约翰告诉我们说啊，因为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神就是爱，对吧？神就是爱。说 ，Dear friends, let us love one another, for love comes from God.Everyone who loves has been born of God and knows God. Right? You born God also knows God. Whoever does not love does not know God. 爱和神同在。你只有爱的时候，你才真正认识神。对吧？他们是连在一起的。Because God is love. 记得他。他告诉你神从这个爱神指的是爱从神而来以后，那为什么呢？这个爱是怎么彰显的呢？他会一点一点的告诉你啊。你看第九节啊，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来。本来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的耶稣基督在那时候两千年以前啊，他是没有的，不，他说差他独生子来到我们世间来，是他信他的，就是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因为我们是有罪的嘛，是吧？然后我们是罪魁至死的嘛，因为借着耶稣基督，你会得生。说这样的话，什么呢？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这是说，这第一点，这个原因啊，这告诉你，那是我们爱神呢，还是谁爱我呢？他说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对吧？我们平常都觉得，哦，我是爱神的外甥，其实呢，是神。他先爱我们，后面也会看到啊。那他怎么爱我们呢？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那同样的意思啊，是吧？就是说，他是过差他的儿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得生，和给我们做那个挽回祭，是吧？他们非常相关的。这在以色列里啊，他们文化里做这个挽回祭，这是 atonement， right？ 这就是爱。他这样说呢，因为神就是爱，是吧？这是什么呢？等他开到这两点啊，来到世间来，他不是我们爱神，而是乃是谁爱我们。这两点就是，这就是神的爱了，是吧？所以结论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啊，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对吧？造我们的神，他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作为他的孩子，我们有理由不彼此相爱吗？阿门不阿门？对吧？是吧 ？This is how God showed His love among us.He sent His Son and only Son into the world, and that we might live through Him. This is love. Not that we love God, but that He loved us and sent His Son as an atoning sacrifice for our sins. Right? 比如说，十一节啊 ，Dear friends, since God so loved us, we also ought to, 是吧 ？Ought 应该的 ，ought to love one another.这样的，看第十二节，他这里告诉我们神的爱怎么彰显出来啊？第十二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神，这儿有见过谁的吗？没有，是吧？摩西在那个山上见过一次，
是吧？摩西，亚伯拉罕有经历，我们现在的人没有见过，那怎么办呢？这说了，怎么办？有办法。约翰告诉我们，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里面得以完全，对吧？关键点就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对吧？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我对你是这个爱的，并且我对你是忍耐的。刚才唱的歌啊，是吧？神家再有点啊，这是第三点了、啊，第四点是，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这点，这是我们整个的英文的这个讲神就是爱的时候最关键一点。看着啊，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是吧？当神他从鼻子里给我们吹气的时候，我们本来有罪的人，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成为一个属神的人，成为一个真正的有带有神的灵气的人。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也住在我们，住在神里面，就是我们和神就同住了，我们和神就同住了，是吧？在第四点，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见而所看见而且做见证的。这里面讲了，其实讲了四点，是吧？第十四点是最后一点，为什么说他神怎么彰显出他对我们人做造物主如何来爱我们世人呢？是吧？最后书家，凡认识耶稣为神的儿子的，神就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是吧？因为这里耶稣基督是父神派来的拯救我们的子神，他是宇宙间唯一的真神，所以你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是吧？认识耶稣基督为神儿子的时候，你自然爱也就住在里面，因为你已经认识了耶稣基督，认识了真神。再下一个，第十六节 ，OK， 是吧？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是吧？这神就是爱，这是第二次重复，就是说第十六点和刚才那个第八点，是吧？就重复了，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就是说这儿我们中文的汉语知道，这个就是的意思是等同的意思，对吧？等同的意思，你有神，你就有爱。你没有神，你啊，我们神肯定是有的。你没有爱，就在你心里就没有神，所以它是一伙就是，是吧？翻译的非常的好，是吧？这儿还有一点啊，我想非常跟大家欣赏这儿的，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大家想一想啊，当你住在一个屋子的时候，你是住在一个屋子里吧，对不对？那现在呢，等你住在神那里的时候，他告诉你呢，你就是住在爱的里面，对不对？所以你住在爱里面呢，住在神，所以这个爱和神它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容器，对吧？它有共同的本质，是吧？共同的属性，好吧？这儿讲这点啊。第十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是第二次出现啊。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为什么呢？我们已经住在神的里面了，我们已经被神拯救了，我们已经和神融为一体了。我们的神是大的，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了死亡，战胜了撒旦。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这样的人都可以进天国，我们还有什么可惧的呢？是不是？阿门不阿门？对不对？这是两句，因为这样在我们的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什么呢？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现在是吧？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讲这儿 ，OK，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神他不仅造我们，并且神一直他先爱我们。说你不要自夸，我爱神呢、啊，我怎么着？因为神他先爱你嘛，是吧？先爱你，先爱你。第二十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了，是不是这样？对吧？因为神就是爱，神要求你彼此相爱，你结果呢，也爱你的弟兄，对他有点仇恨、抱怨呢、啊，我就是看着他不好啊，是吧？所以这样的你不知道怎么爱他的时候，你就是实际上在说谎。不爱他所见的，
弟兄就不能爱没有见到的神。非常深刻的这个神学道理啊，爱神的也应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那里所受的命令啊。通过这段结晶以后，我想你大脑里已经有一个神他到底怎么爱我们，神怎么显示他对我们爱，是不是？那我们自己应该和神这样什么关系？那么我们今天呢，借着这15节经文啊，分享四点呢，第一点我就说，爱是这神是爱的源泉和动力。我小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家里有山啊，因为我们家只有3-4平米，我经常带着我弟弟他们去爬山，你知道吗？到了中午的时候，我不是掏出我的好吃的来，然后饼啊什么的吃，首先考虑是口渴，去找什么？找那个泉水喝，你知道，跪下爬到那儿喝那个泉水，啊，那我们这儿呢，你知道，神呢，他就是那个泉源，是爱的泉源。离开了神，你就没有那个水，你就没有那个爱，对吧？所以神他这是就是爱的源泉。怎么说？因为神是从这几段经文啊，因为神从爱从神而来，凡有爱心的都是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怎么这么说呢？我们那个，我前一段时间啊，其实我跟那个有万芳姊妹出去，那个他们一起这个说谈谈心吧，然后看看这个分享一些福音，他就问我，他说那个我怎么觉得这个爱呀，我怎么找不着这个神呢？在我感觉上啊，我看着老基督徒能把这个神行出来，那我怎么觉得行不出来啊？我当时我对万芳姊妹就这么说，刚才万芳姊妹来了，对，我是这么说，我说那你知道吗？我说你今天做的就把这个爱都看得见了，看到神，你这个爱从神而来。我怎么这么讲呢？那天呢叫雪群姊妹啊，她是从北京来了，然后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然后开车也没驾照，你知道，万芳姊妹呢，那就开着自己的宝马车让她开车，对不对？然后这个你随便开喽，那车也是新的。也不怕撞了，是吧？也不怕警察这个拽着啊。然后哎，人家就说也不要钱了，并且中午的时候饭费啊自己掏，对吧？我说你这一点，你就是从神来的爱。平常的我们都要回报，我干嘛跟你做这事儿了，对不对？所以呢，你这个爱呀，你真正从神而来不来的时候是看得出来的，是看得出来的。所以你当你能把这个爱真正从你身上行出来的时候。是来自神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我跟他说，我说你有信心，你不用担心，你这么做已经在行事从神那里来的爱，对不对？连我自己也是一样，在我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跟别人也没什么距离，对吧？我总是说，对吧？等我你对我有帮助的时候，我可能对你有个帮助，是吧？是吧？如果没有对我没帮助的时候，算了。是吧，就是这么行事。但是一样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肩膀是冒风险，是吧？损失经济上，对不对？然后可能被打击，是吧？报复我们照样做，因为你的爱来自于神，不是来自于自己，是吧？我特别今天表扬一下包金姊妹，对吧？这个包金姊妹啊，我跟他说，他经常看着带2-3个孩子，我就问他，这个孩子洋人，怎么你带的他？他说我本来不想带这个孩子，对不对？我本来不想带这个孩子。他说不想带是神让我带，对不对？神让我带，对吧？所以让他是来自神的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等你感觉到你这个爱来自神的时候，你的爱就彰显了，神就跟你同在，神就跟你同在，对吧？神就跟你同在，是吧？你就会分手了，没有爱心的不认识，因为神就是爱，是吧？因为我们还有第19节啊，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对吧？所以他告诉我这里边，他给我们讲了两个原因，一个是说神呢，爱从神而来的，他是他的源泉，对吧？另一个说呢，是神他本身就是爱，并且爱神会是爱的动力，神是爱的动力。我怎么这么讲？我们开汽车，你有发动机，是吧？你尤其上坡的时候，呱呱呱呱呱呱，是吧？上不去了，是吧？你需要个大的发动机。我们如果你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就是，啊，你心里真有神的时候，你就无所惧怕，
还挺困难，你去荣耀他，在这个时候，神就会成为你的动力，成为你的动力。就像李子维过去讲的，见证的，他20块钱坐着车去教会，他也敬拜去。为什么？因为神是他的，是这个动力，他有这个爱心，对吧？是有这个爱心，对吧？那么，那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的源泉与动力，这就够我们讲了吗？对不对？我还跟你讲，神的爱那是怎么通，是怎么来通过神的爱是怎么彰显出来的？刚才你看到了4点啊，我想给大家再加上一点，是吧？神，既然神他就是爱，那么神他真的爱我们，对吧？他爱我们，那神一定做好事，对不对？神一定做好事，不会做坏事吧？对吧？神，我想这样，神他通过他的创造，首先表现出他的爱。你看看，在创世纪1章1节的时候，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对吧？如果没有天，没有地，我们能够在地上，我们能在这活着吗？对不对？等他26节、27节，他造人以前做了什么？神说有光就有了光，他说有水就有了水，对不对？他说有空气就来了空气，对吧？还有他造了所有的昆虫、动物、植物都造齐了以后，让我们才造我们的人，非常的精细，非常的精细。如果假如说啊，在神他造我们以后，结果地上还没有水喝，我们在地上能活吗？不可能啊，不可能。所以神他从他的创造已经展现了答案。神还通过在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以后，知道我们是罪人以后，神不嫌弃我们，对不对？神不嫌弃我们，他没有通过洪水把所有人都淹死，对不对？他还造了那个方舟，让有的人活下来，对不对？还让我们这些有罪的，只要你信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血，你就信耶稣基督，你就会得救，你就会获得永恒的生命，对吧？你看看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约翰一书啊，这个4章7到12节里，我们给讲大家讲的几点啊，看看啊。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对吧？使他得生。首先是他知道我们这些他的孩子们啊有问题有罪，所以他首先把他就一个儿子，他派到世间来，还降生在马槽里，是吧？有受惊挨冻，有可能被那个狼吃掉什么的，不可能，是吧？所以他派来，他不怕，是吧？他不要，对。然后呢，神爱我们的心显明了，而且说不是我们，而是神爱我们。太太不是为什么呢？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我想给大家再重复一段故事啊。以色列人，他们经常什么？等他们穷困潦倒的时候，什么都没了的时候，就把自己啊卖给一个家庭，对吧？这叫已经被人家做奴隶也好，做什么做仆人也好。在时候等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怎么办？他们的亲戚、他们的朋友会通过金钱、通过其他的方式把他赎出来，对不对？他把他给救赎，把他挽回，把他救赎出来。而我们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一次的死，为我们全人类已经出生的、现在活着的、还是将来再出生的所有的人，只要你信他，就可以都可以得生，都可以挽回，都可以挽回，对不对？好，我们继续看。还有呢，我们在大家都不少人都受洗了啊，受洗的时候有两句话啊，你是不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还有一句话什么？你是不是把耶稣基督作为你的主？是吧？一个是 saver， 一个是 lord， right？ 这里呢告诉你，神差他的子做世人的救主啊。我们宣道会特别讲的是 saver， right？ sanctifier， right？ healer and coming king。对吧？所以呢，耶稣基督他们，这是我们看见的，做见证，所以呢，他神他爱我们，他真是能把这个爱呢能够彰显出来。我和你数这个，你数不尽的。你翻遍整本圣经，我们每一天的恩典，每一天所得，是吧？我们的喜乐平安，都与谁有关？都与谁有关？各位兄弟们，是吧？都与谁有关？那好了。那我们还有，你这个神呢？他已经这神就是爱，他并且把他的爱给你表现出来，给你有表现啊。神并且是爱，神是爱的源泉和动力。那么神和爱，我还想知道他的更密切的亲密的关系，那是什么呢？神就是爱，神存在在对吧？存在表现在爱里，这句话分量很重的，
分量很重的，分量很重的。等你有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你想知道它的时候，你往往你想，我们这儿有电磁波，你想检测出来，是吧？你有需要的检测出来，是吧？然后呢，你比如说我们在这儿，我们站在地上，这儿有土啊，你也需要啊，知道这是土，是吧？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是神，他爱我们，是不是这个神呢？他真的就是和这个爱共存，是吧？他们怎么是这个神的爱是怎么表现出来？神他自身的存在是怎么表现出来？这里在十六节啊，这个经文里有这么一句话，看看，这十六点就是说十六点，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信啊，神，我们到前面都知道了啊，那为什么呢？神就是爱，这是什么？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大家好像这儿我可以简单的几十秒钟思考一下，回去思考一下。你现在就感觉到你住在爱的里面，对吧？等你住在爱的里面的时候，你觉得现在我们的父神在爱你，我们的耶稣基督在爱你，我们的圣灵在爱你，对不对？你来到四面八方的大爱在你身上。等你感觉到这种宽慰的时候，等你感觉到神对你的爱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到神和你在一起，圣灵在充满你，圣灵在光照你，圣灵在医治你，你会不感觉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坐在父神右边的耶稣基督，他要再来，要审判这个世界。神，他就是爱，他就是爱。他当你住在爱的里面的时候，你其实呢也就住在神的里面，也就住在神的里面，住在神的里面。神自然也就住在你的里面，住在你的里面。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不少的故事啊，分享的故事。我在我的人生经历当中，特别是二零零九年，当时金融危机爆发，按照世俗的观念，我的前途全完了。为什么？在多伦多大学做教授，做高级科学家，当时的时候必须有科研基金。如果没有科研基金的话，这个教授，菲利克弟兄知道，这个教授当不长，你知道吧？当不长，就是说跟这个教授跟这儿当着，你也是看门的，因为什么？没有科研基金了，不能做科研，对吧？教课嘛，大学这是研究型的大学，对吧？对我来讲是人生的非常巨大的转折点，对，非常巨大的转折点。在这个时候，神他呼召我，浩然地说：“我的孩子。”你为什么执着着人类的追求？难道非要做个什么究竟不可吗？已经做了这么多年，四个大学做教授，是吧？做科研，做研究员，干嘛非要做这个做下去呢？是吧？你不能从事我最让你喜欢做的事情，对不对？这是我最早最大呼召的时候，还是下不了决心，因为啊，对世俗的追求，这人。执迷不悟，对吧？但是我向神祷告，向神祷告。我说神，他用我的时候，用的我远远比我现在做一个动物，远远比我研究一个情感，对吧？虽然我在2008年的时候有重大科研成果，上了科学杂志，是吧？然后新科学杂志也采访我，美国的 Scientific American 也采访我，你知道，评为这个新科学家杂志评上这个当年。就是基因和人类社会行为之间第四大发现，对吧？但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在那当年的时候，我就申报神学院，申报神学院以后，他就批下了，并且是英文的program。所以2010年就修了第一门课，一修下来，神给我开阔了一个广大的天地，也是他自己的天地。你就看到那宋祖师爱。你就看到了100讲，你就会看到了人文系列图书，所有的东西都来如影之，什么名誉地位都算不上，什么金钱。昨天潘弟兄跟我说，你出书赚钱吗？赔钱。我说我们求的是社会效益，对，是荣耀神的事情，我挣的钱够花费，对。所以呢，等与神同在的时候，等你住在神的里面的时候，你没有惧怕，你一往直前，你也不怕批评，对吧？你也会克服困难，
因为你住在神的里面，你住在爱的里面，你也不怕被人不理解，对吧？被别人不理解，因为迟早会理解。真理往往可能站在少数人手上，但是我们不强词夺理，对吧？各位弟兄，神跟你同住，跟我同住，我们要向神祷告，要谦卑下来。各位弟兄，那现在有时间了，最后一点我给大家分享。那么神他是就是爱，是吧？神是爱的源泉，爱的动力，神能彰显的爱，通过创造，通过给我们救恩，通过给我们赎罪，对吧？神他有这样的爱我们，他们有这样的爱我们。那么神在这个天国里有多么重，这个神的爱在天国里多么重要吗？我告诉大家，爱是天国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石。天国啊，对吧？我们有中国，有日本，有加拿大，有美国。我现在讲的是天国，我们不讲神国。以色列给我们说的是要 the kingdom of heaven， right？ 它是基石。爱不仅是神的基本属性，而且是神的核心本质。你记着我讲的话，对不对？是吧？对不对？经过不少考察，是吧？为什么这么讲？为什么这么讲？第一点，我给大家分享，我们是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对吧？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有圣父、圣子、圣灵。因为圣父是看不见的，对吧？我们圣子在地上33年，对不对？我们的保惠师是我们的圣子，在他升天以前，为了看护我们，给我们请下来，给我们大能智慧，对不对？那么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难道是就像我们，我爸爸，我妈妈生了我这种血缘关系吗？对不对？远远不止于此，对吧？圣父、圣子、圣灵，爱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它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把它是它那个纽带，对吧？你看这段经文啊，我给大家找了一段经文，对，这是我跟那个 Dr. Tom， 我这次开会也跟他一起商讨这个问题。对，这个约翰福音啊，这是刚这可能有点错啊，这是那个是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啊，第三章16-17节，耶稣受了死，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打开，看了吗？这天啊，都为耶稣基督打开，看了吗？为他打开，他就看见神的灵，看见神的灵，看见神的灵呢，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对吧？你看那个鸽子，我小时候玩鸽子，它是和平鸽，它爱你的时候，它喜欢你的时候，它到你肩上来；它怕你的时候，早跑了，对不对？说我们的。神啊，父这个是圣灵啊，他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看了吧？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看了吧？落在他肩上，17节，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什么？我们的父神在天上说，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独生爱子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说的我们的父神，他实实在在的爱他的独生爱子，是吧？我们的宝贵是圣灵，他也是爱我们的这个我们的 dear second person， 是吧？主的 dear 儿子，是吧？爱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翻遍新约，主耶稣基督不止一次的反复强调他爱他的父，他爱他的父。各位兄弟们，等爱把他们连在一起的时候，就建立了最致命的关系。这个最致命的关系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学习的榜样，对，学习的榜样。当你父亲批评你几句的时候，你不要计较，对吧？不要计较，因为他真的爱你，对吧？当你妈妈管教你的时候，你犯了错的时候，你不要哭泣，你要感谢他，对不对？要感谢他，感谢他。学习我们父三位一体的神，对，三位一体的神，他这个爱是他们的纽带。那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爱还是神与人的关系的核心。我们作为一个人，本来是有罪的，对吧？本来是有罪的，我们是各种问题百出。如果你不信仰神的话，但是你一旦信仰神的话，你真信神的话，你有的错误，神就帮你纠正；你有的罪，神可以宽恕你。对，你地上一时的生命，神给你永生，对，都给你永生。所以呢？神真的怎么说呢？你看那个约翰福音3章16节啊，
神爱世人，怎么说？后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吧？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你再看看我们这约这个今天讲的这个，对吧？反得永生，还有一条，刚才不行，时间不够啊，不太多。我看这个第一大戒律啊，看这儿，这马可福音第12章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神，对吧？这都是神的话呀，它是两边，一边说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而我们的第一大戒律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啊，是吧？爱你的神，爱你的神，对吧？所以说，神他是我们的神和人关系的核心，对吧？神和人关系的核心，对吧？那神，你看看这地球上不光是人吧？我们每天用的材料是不是矿物？那就是神和自然的关系。我说怎么说呢？神是。这是爱是神和自然关系的桥梁，怎么这么说？神造了世界以后，他开始的时候是一片荒凉，但神的灵运行在水上，对不对？神说有光就有了光，是吧？神说有了水就水，可是这个水难道就永远的清洁吗？不会吧？你看看神在这个第26节，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第24节，你看看。谁还让把这世界的经营管理权交给我们？这经营管理权交给我们，不是让我们来破坏它的，你知道吗？我们在中国的大陆，因为这个改革开放啊，大量的开发，我们的煤，鲁迅先生说可以用500年，我们挖了几年，挖光了，只有30年，基本上挖完了，懂吗？当年鲁迅先生告诉我们的，我们中国的煤可以用500年呢，对不对？那么路上的石油还有多少？现在的矿物都到新疆去开发，你知道吗？到内蒙的、山西的煤矿挖差不多了。我们现在的河流还有多少可以有鱼？还有多少这个城市他们不是吃那个1公里以下的水？你懂吗？都是整个的，像石家庄的城市啊，都2公里以内的水全污染地下，对吧？大部分土地啊都酸化污染。神给我们造世界是让我们好好的管理它，不是让我们糟蹋它，对吧？神，如果你对不理解神造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爱的话，你就不能考虑好管理好我们的环境，对吧？不好管理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环境就会一天不如一天，这就发生不可修复的变化，对不对？不可修复的变化。所以神他爱我们是人，他爱是自然，说神和自然的关系也表现的爱，他是这个桥呀。等你还没有过这个桥的时候，你还没有完成使命的时候，你这个没有像日本、美国、加拿大这么好的时候，你已经把你的环境给糟蹋了，是不是？你已经把这个桥给 burn， 对不对？把这个爱呀、给放了，你会遭到很大问题。我们在座的各位，你能够理解这个问题的，在中国可以当环境部长，我想，你知道吧？各个省里都可以做了，因为你明白这个最根本的道理，我们人和神的关系，神和自然的关系，懂吗？那我跟你分享最后一条啊，那就是爱是人和人关系的最高境界，懂这意思吧？为什么这么讲？你看看那本拉登炸那个这个双子这个双子塔，是吧？为什么？恨，是不是恨？对不对？你看那个利奎德集团。经常出现这种事情，对不对？最近在中国大陆也有爆破案，还有不少这种丑恶的事情。你看那个叙利亚，竟然跟那儿童放毒气，杀死平民，对不对？那日军当年在中国，是吧？什么什么部队？731，是吧？也是那样干的事。为什么？恨，这个暴力，是吧？自我中心。而我们人和说人爱啊，应该是我们和人之间它最高境界。等你忘记仇恨的时候，等你想神爱你的时候，等你愿意把神的爱彰显出来的时候，那你就活出了人和人之间应该有的关系，那就是神给我们的关系，告诉我们的关系，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一定要彼此相爱。这是告诉你啊，就这样。
约翰一书四章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见神容易，容易不容易？简单不简单？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既然神的爱这么伟大，神的爱这么高贵，是吧？神的爱，神他本身就是爱。那我们，我现在请两位姊妹哈，这个玉娟姊妹和 Teresa 姊妹上来给我，给我们他们读那个我写那个颂主诗歌的第五章，来，把我出来。